好，一跳出嚟都相當齊嘅。前面快啲嘅馬咧，咁啊見到就埋邊位置發財寶綠色衫啦，內欄粉紅衫壽神啊，中間龍友出邊勁瀟灑，外邊千里進區最外邊藍衫紫色眼罩咧，仲有話曬事啊！馬林中間最擁擠黃衫黃帽嘅神氣飛馬，後啲嘅馬就乘勢歡心啊！今日仲有呢只奮鬥揚威啊，尾馬功臣包咗落尾星河戰區啊！過呢個800米前面發財寶帶頭啦，跟住第二位勁瀟灑啦，第三位外邊藍衫就千里進區中檔第四龍友啊，內欄第五粉紅衫仲有壽神啊，進佔第六位啊黃衫黃帽神氣飛馬，再後邊嘅馬咧仲有話曬事啊，咁啊中檔位置咧就係呢只咧最擁擠啊，後啲先有馬功臣嗰啲馬，好啦，正正係直路前面發財寶仲係佔先半個身位都仲未喐噶，咁啊見到勁瀟灑已經猛咁騎噶啦，響埋邊位置仲有壽神啦，中間追嘅馬就千里進區啦，外邊冚咧仲有神氣飛馬啦，馬林中間咧就係龍友噶，兜到嚟最後百零米發財寶仲係佔先一個身位，壽神跟住佢，外邊冚嘅馬咧有神氣飛馬同埋馬功臣啊，最後50米到發財寶拋嚟三個身位，偉達又見一功夜馬，跑第二名咧就係呢只神氣飛馬，第三名馬功臣，第四名係壽神啊。咁啊，結果呢只發財寶千二都能夠把握到頭段嘅速度，擺咗喺前面走。咁啊，結果拋甩幾個身位嚟贏啊！跑第二名嘅馬，咁啊六號神氣飛馬追咗上嚟啦。出邊馬功臣搶到個第三，壽神都跑到幾啱噶啦，第四啊！偉達有贏馬啦，發財寶今次啊沈拿都好輕鬆。